今天呢是我们整个活动呢要正式的开始了。我记得一首诗是这样讲的：如何让我遇见你，在你最美丽的时刻。是我们有约定，每年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跟林百货有约，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今天呢，其实要真正感谢的就是参与林百货的游行团队。今天的游行团队有28个团队，这些团队呢都是自发性的参与我们的活动。我借由大家的双手，谢谢他们，好吗？那我要借由大家一起为我们林百货92岁的生日，大家说生日快乐好不好？生日快乐！哇，全程摇摆，真的为明年的台南400年揭开了序幕。林百货有什么呢？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指针电梯的指针，那我肩上的部分是馆内的八角窗，那我裙摆的是以就是彩色地平。请问您是？大家好，我是很非常清凉的水果串冰。那水果冰呢，其实在早期的台湾是非常多人约会的时候一定要去水果店点一碗水果串冰，两个人一起吃一碗酸酸甜甜的滋味。告诉你哦，我们这里面带有一半一半的朋友都知道，以前的相亲哦，是水果串冰所在地的冰哥型的。大家好，我是来台南必吃的牛肉汤。那我们把食物呢穿在身上，姜汁肉片后面的菜单。请大家多多指教。最后，祝福林百货胜利快乐！台南市还有各位台南市民的好朋友们，红烛大肠，天天快乐，事事顺心，多谢多谢。我们接下来是要台湾的甲胄50队。甲胄五是用骨跟甲，有筋有气有神，每一套的盔甲重约20到30。那么这样的20到30公斤，利用业余时间，他们着这种的甲胄跟武具，结合了现代的动态表演。来，我们看看他们今天用怎样的演出带给林百货的祝福，请。
中就是最好的 ending。 但是更重要的重头戏就是今年的主题就是台南四百全程摇摆，所以呢，我们开始摇摆，结尾一定也要摇摆。我们欢迎我们的志武的舞团请上台，还有欢迎我们的赤山舞团的这个小朋友们一起上台，然后我们再欢迎我们所有在场的朋友，你们也可以起来一动一动，跟着他们一起呢来摇摆。You